凭什么这个酒店住一晚要花6000元？说到瑰丽，相信酒店爱好者们都很熟悉了。1979年由石油大亨 HL Hunt 的千金创立，后被香港新世界集团收购，既保留了西方奢华酒店的品质与传统，又富有东方韵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瑰丽处处充满女性视角的设计和细节，精致而浪漫。这次入住的是网红房型，全海景泳池大床房，房间以燕麦色和米灰色为主色调，柔和优雅，很有居家感。迷你吧、胶囊咖啡机、戴森的吹风机配置细节都很到位。我最喜欢这个双人浴缸，打开两面的窗户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设计，2米的特大床加上木质背景墙，典雅精致。床头柜设置了房间所有灯的开关，在距离上恰到好处。床的景观正对着碧蓝色的蜈支洲岛，客房的灵魂在于阳台独立的私人泳池，在泳池里和伴侣一边享用下午茶，一边眺望海棠湾的壮阔美景，随手一拍就能制霸朋友圈。你觉得这家酒店值这个价格吗？抖音。